祖尊，已经是修法祖尊，那么大白莲花童子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好 ，Om Mani Padme Hum。上师好。好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我们进行修到第几坛？第四坛的喜斋法，我们已经修完了。明天是中元超度，超度完也是同样的时间，大家收拾好，我们就进行先修喜斋法，再吃晚饭。这将近皈依跟这样子的一个修行，跟这样的弘法，时间也过了快30年，将近30年。这种体会最近我比较会去诉说自己这一段的过程，大家也许听了很多的故事，就当作是故事在听，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我叙述我的经验的时候，有多少人真正把心放下去，或是只是耳朵听，然后过去就不关事了。我常常听师尊开示，很用心去想，当下很用心去听，去意会，离开以后，照样把所听到的放在自己的意识里面去转。我是个人是这样子的，我看书也是一样。这个时候我看这一本书，师尊写的，我如果当下不明白这其中哪一本书哪一页，我会做一个记号。我不会停留在那里，我会把整本书都看完，哪里有记号有讯息我不明白，我会做个记号，然后我会在看完以后再回去重看。如果我一直不明白，我就要修法回向，我就要上香禀报弟子业众，一时无明，所以我哪一段哪一本书哪一页哪一行，至今业众仍然不明，请给予指示、提示、教导。你很用心当一回事，自自然然，不管是行住坐卧，就会突然跳出来答案，跳出来解释，跳出来给你问题的解决，你的难题的解决，你的无明的解决，什么都是一个用心。你用下心以后，你就会在四周的环境、人事的接触里面去领悟，心就会越来越细，不会仍然是粗心，仍然是无所谓的心。你要达到无所谓，你的意境也要提升。我是不断的叙述，因为我说的话实在够多了，20几年来大家都在听了，但是有多少人真的听到心里去配合？你看什么东西你都要去领会的。你看，简单说，这个金刚铃杵，这么大的一幅金刚铃杵放的下面那么不配合的底座，可是仍然在用。我每一次拿放都还要小心，怕它掉出来。这个底座是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去买花放下面的底盘买来的。不能买大一点吗？如果没有去定做，不能用现成的外面199买大一点吗？299，这就是一个心。有没有够细心？你们自己用就知道了。这么样一摆，金刚铃杵很不好弄的，你看就掉下来。用了一段时间，要么太大，要么太小。我说我需要一个钟，我才能看时间。结果从后面扒下来这么大。这就是一个心，
上师来要上香，香在哪里？看谁？这都是一个心。如果你有一个计划的心，你有一个经验的心，随手你来左右一看，就知道哪里需要改善，哪里需要增进，哪里需要再充实。如果你们的浑浑沌沌，就没办法。看啪，对，以前都是这样子做，挂起来一成不变，弹卡哇，现成在那里，一副副挂起来，任何人都定起来就好了。所以你们看，你们自己看，弹卡挂起来了，跟以前一样，摆满了。但是你们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？以前人家摆跟现在摆有什么不一样？下面的布凸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大大小小不平衡了，有的高，有的低，有的宽，有的窄，有没有看到？以前有，但是不是这样，但是你们以为照样是这样，不是的。这就是有没有用心在看，有没有用心在放在心思里面。等到有一天轮到我，我是不是跟以前那样的均匀平衡？不是有咚咚咚定起来就好了，管他哪一尊，不是哪一尊，是大小的相称，是内外的均衡。这就是心啊，这是真实的。不是不关我的 department， 不是我负责我就不管，因为你都不知道无常是怎么样，有时候就轮到你，有时候就只剩下你，我还有人在负责就是别人的事了。不是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要拿林开法师拿来做开玩笑。哦，在紫莲堂反正有这么多的法师 take care， 所以他就认为不是他的事了。可是他是法师这么多年了，他出去外面人家不管你是有做没做，这个部门是不是你做的，反正你就是法师，跟随上师来，你就是要做的。好像出家一年跟出家十年，人家不管你哦，反正你是法师就必须要敲打，要学会这些拜忏的礼仪，什么都要会咯。大家不知道你的 background 哦。啊，轮到他在香港的家，他发心哈，拿出来提供做菩提道场，哇，人家开始问事了，哇，他不会了。因为以前都是别的法师在 take care， 轮到他只剩下他一个法师，就要打电话去求救了，叫别的道场的法师来赶快提出帮助，高明啊，打电话跟他讲，高明啊，救命啊，赶快来呀、啊！他完蛋了。我经过，我听到他跟别的法师在求救，高明啊，被人家笑到现在。那个法师到处讲，二十几年出家，高明啊，救命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不是他的工作，是别人的。他不知道有一天变成是他的工作。所以你都不知道哪一天你变成你要操作音响音控。有一次我在学校跟学生讲，操纵音控的人不见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就这么多人哦，没有一个会操控，一个麦克风都没办法，害我用车子喉咙哇哇哇哇叫。我说真的没有人，就是没有人。你说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心里蛮慨叹的，大家都觉得那是别人的工作，不是我的事。可是你都不知道哪一天变成是你的事，怎么办？这么久了，每天进出你都看到，就好像摄影机拖来拖去的，大家都知道有个摄影机，等到有一天叫你弄，你真的都不会。所以一个用不用心，肯不肯学习，就是你的了。比别人更多得到，学习更多，看起来是付出，其实就是你的本领了，就是你的财源的来源了，就是你一切的来源了。这是真的啊。多一份技能，多一份生存的本领，
像一般的大学毕业，你出来就失业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。但是那种重点学校出来，不管是炒菜，不管剪头发，不管做衣服，他就出来不会失业。大陆说一年有300万的毕业生一出来就失业，可是那重点学校啊，剪头发，大学生在学，老师剪头发，没有一个失业，而且还马上做老板，那几个人合起来就可以开一家了，老板投资一下，父母亲再投资一下，就可以好几个人就可以合伙做老板了。可是大学生毕业就失业，他们会什么看家本领？拿铲子的不会，拿剪刀的不会。以前我妈妈从小就跟我们讲，三刀走江湖，哪三刀？剃刀、剪头发、菜刀、厨房煮饭，还有什么？裁缝、剪刀、做衣服。以前就是这三刀走江湖。读什么书？在读书的人都需要这三刀的助理，都要帮助，要吃要穿要门面。所以这表示说你有技能，你有技术才能生存。就像刚刚我们在开董事会，我要求一个数字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哇，要看电脑，那万一有一天没有电脑呢？电脑宕机呢？通通都完蛋。大家现在都依赖，依赖心太强了。有一个同门在台湾跟我讲，叫我回乡，因为政府要盖什么什么什么核能什么什么什么厂，他们要去走上街头去抗议，不要这个核能厂，对我们怎么样，核试怎么样。以前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个是做什么用啊，孟查查。结果最后我才知道，抗议的人是对的，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生命，不要这些东西灾害自己跟子孙。对的，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核能厂？为什么？以前为什么不需要？为什么现在需要？问题不在政府，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。现在我们都要取得轻松方便，要电，要这些什么东西都要，这个要发电的，要开这个，要用这个，通通都需要的。大家的生活现在都不要不方便，都要马上就获得，所以当然就需要了。要借由他们的发动，借由他们的操作，我们今天随手打开就有电，不像以前哪有随手打开找电源的，自己想办法，像打煤啊、打蜡烛啊什么这些的。现在给了我们多方便的环境，当然就需要借由这些消耗来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来源。你在反对，你在刺激，你在抗议什么？是我们自己来的。现在我们都太依赖了。以前我们烧一顿饭多辛苦啊，要去劈柴啊，小时候我到乡下，哇，要去砍那些柴，然后呢再放到一个灶头里面，或是那个煤球进不来，就是煤球了，不是一个大灶头了，煤球啊，要去点燃了，哇，散风哦，或是哪里搞得满头都是黑的。那一顿饭这么辛苦，吃得特别香。现在那么容易得到这些饮食，一点都没胃口。为什么？得来太容易，一切都自以为是。现代人比以前快乐吗？现代人比以前健康吗？现代人比以前还知足吗？没有。我看到了一篇报道，香港一个新闻，他说香港的政府对那一种外来
非法的难民，还没有合法，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，那个难民就出来抗议，这么小的地方叫我们怎么生活。就有一个出来，他说我跟我的女儿生活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，要吃要睡要生活，怎么有办法，这根本不是人住的。就在那边抗议香港的政府，照片登出来，很好啊，亮亮的整洁的新的房子，电锅什么这些很好啊，他在不满什么，免费的不需要付房租，我经常走的地方我生活都不如他嘞，这么窄窄小小的，是你的摆设，是你的装潢，是你的设计，你不需要全部都摆在地上，所以走路走来走去嘛，当然没有空间。懂得设计的，你看日本人房间多小你知道吗，他们懂得设计，懂得装潢，再小的房间都非常布置的非常的优雅。像我去香港，我参观过同门的住处，哇，我很敬佩，香港地方这么小，人口这么多，我到现在还在想，未来我们的紫莲雷藏寺，甚至于我们学校的宿舍，应该学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们一个房间就这么窄，上下铺，全家家当都在里面，可以挂衣服，可以有书桌，可以吃饭，搬出来翻出来一个桌子，哇，什么叮叮当当一堆耶，就是那个床铺，你知道床铺多大，3×6，他制的怎么样子设计起来，什么都在里面。我们他没有足够的地方给我们放柜子，放什么 放衣服的什么，他有衣镜耶，镜子耶。我就想到以前我初中住校，我们也是上下铺，我那个铺位也是什么都有啊，我们学校给我们弄一个书柜，旁边给我们吊衣服，哪里哪里也都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。现在再怎么大的房间都不够你放，还要再买，还要再买，还要再扩大，还要再添购，所以现在的烦恼就越来越多，属于你个人的物欲产生的东西就越来越放不开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现在的人寿命也许延长了，因为医药的关系，但是活得快乐知足嘛。以前我们的菜没有那么多，以前我们的花样生活没那么多，都很单纯，但很容易知足，没有现在的什么游戏啊，没现在的什么样子的这个这娱乐啊，没什么这样好看头啊，大家都老老实实的，回家就听够讲古，讲古，听收音机听他讲故事，哦，那个收音机讲古，我随着大人都是很有义气的耶，都是扶助弱小的耶，都是要成为英雄的耶。现在哪里有？以前哪有什么黄色电影，以前哪有什么这些，哇，很平安耶，以前的乡下不需要钥匙的，现在带一把钥匙，你要烦不烦啊，家家户户都不用钥匙耶，什么人都很热诚欢迎耶。你看现在为什么这个心啊，所以佛教讲修心，修行修心，这是真实的。现在的人心地越来越不端正，越来越自私，越来越自利，所以今天的问题才会这么多，天灾人祸都是因为自心的不正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前天讲说，我的小女儿拿基督教跟佛教来跟我比，自以为佛教的常识高，至于自己的境界高，看不起这小孩子，
结果人家那些小孩子做得比大人还好，懂得去爱人，懂得到人家的家里去安慰，懂得怎么样怎么样，懂得感恩，有一顿饭都非常感恩，都不去想是自己赚来的，都是想老天赐福的。确实也是，老天不赐福怎么能够安详吃这顿饭？可是不信的人，是我赚的，什么老天有什么好感恩的？就好像我们学校的学生，夏令营的学生，学习超度，吃顿饭要超度 OK， 结果回到家，家里不知道他在做超度，你在干什么？超度，要死了，我都还没死，你超度我，一巴掌就呼过去，为什么打我？不懂啊。以前学校的学生啊，要感谢吃完饭啊，吃完前超度完就要感谢谁煮饭给他们吃啊，谢谢曾阿姨，我都会背了这句话。结果小孩子回家，那超度完供养完，家里知道为什么要超度要供养，然后再来谢谢曾阿姨，他爸爸一巴掌就打过去，妈妈一巴掌打过去，不谢谢你娘，谢谢谁？如果我没有烧，你吃得到吗？对不对？这就是一种自我的心，永远就是自己为大，就只有我才可以，只有我才是，只有我才对，不能接受为什么。现在的人心真的都跟以前不单纯不一样，所以才会这么多的问题。你看台湾117年来从来没有遇到快近40度的气温，39度起，昨天怎么过啊？117年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温，打电话来跟我求救，我说你们还等呢，人家大陆浙江还有40几度的嘞，7亿人口在受难，大家都没有办法在家里睡，都跑到外面去睡了。商场一打开门，大家都抱着凉被跑进去了，吹凉气了。车站哪里都这样，怎么过啊？好多人热死啊！想想我们这里多棒啊！现在气温几度，对不对？我一看到那样，我都想老天啊，千万不要回去，我遇到这个热，对不对呢？怎么过啊？可是你想，这么多人在受苦受难，怎么会这样追寻因？为什么要多砍树？为什么要制造废气热气？热一点开窗，为什么要用这些核能发电的东西？要吹冷气，要吹热气，要吹风。以前他们哪有洗完头发吹风的啊？以前都没有电的时候，他们怎么生活啊？怎么烧饭？怎么煮菜？是不是呢？怎么烫衣服？怎么洗衣服？现在我们都这样生活，不知道原理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所以当然政府，当然制造者，当然商业者就拼命的哇去制造这些了，然后爆炸的时候哇大家受殃了。所以你说谁错？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啊，我们制造这个祸因的来源啊。你可以放得下吗？不要享受这样子的一种方便生活吗？做不到，做不到你在怪谁？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事情在抱怨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人事的时候，先想我是不是其中的造因者，今天才会遇到这样子的恶果者。先去想为什么。又有同门跟我讲，上师有没有什么福可以带在身上避免这些辐射？
我说还没有哎，那我可以替你去求师尊看看，因为电灯也是辐射，任何你用电的都是辐射，像这样你以为小小电池吗？这也是辐射，连钥匙都是辐射，都是会有铅中毒，都会有种种金属中毒，哪一样没有毒？多可怕！更不要讲这么近的手机，他们说手机响千万要拿远一点，第一响辐射力最大，而且千万不要用右边耳朵听，因为最伤大脑。总而言之，手机就是靠近我们就是最伤。以前问这些造手机的做生意人有没有毒，有没有辐射，有没有致癌，他们都说没有，现在联合国公布了有，正式光明正大排除这种政商勾结庞大利益，大概是那些人也受害到了，家人亲戚也受害到了，终于昧着良心，哇，以前昧着良心现在要公开了，听到人信就信，不信那你自己受害了。他告诉你现在证明手机是会致癌的，会让你脖子松紧的，气压哪里不通的。以前我们没有手机是怎么生活的？现在没有手机不行哎，是不是？手机还紧紧握着睡觉，放在枕头旁边，而且不止一个，好多个，每年换一个。我用五年前的手机拿来，旧的拿来用，哦，我上次你换手机了，没有，五年前的。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要用手机，所以你们打电话给我很抱歉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知道这是让我们生病，让我们气血不通，让我们经络阻塞，让我们繁生的来源，哦，这是最大的毒，天天在杀我们，我们竟然还把它当作神明在供。观念要有，我们的心越被这个物质盖住了，我们的良知一直被这些欲望操控住了，所以我们就生活起来，大家越来越粗心，大家越黑心，都要为自己的利益争取，就越来越不快乐。你真的拥有的，你拥有到了，你真的知足吗？整片天空你就执着一片云朵，放下，你就看得到整片的天了。天空不是只有一片的云，一朵的云。有时候放下反而轻松自在，可是我们就是一直自以为是，一定要争到底那一口气。当你越过这样的生活，你越了解，你争到现在，你求到现在，你要到现在，你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吗？更平稳吗？平静平和吗？你问你自己，有时候自己要静下来去审查自己的内心，我比以前还快乐吗？还平顺吗？我比以前还开心吗？还知足吗？还满意吗？同样的生活，为什么你会过得越来越糟？因为你就只为小小的目标，自以为是的目标在争取而已，在计较而已。心要越修越宽，你才会安宁。人们就是一个贪念，所有被诈骗的，你在怪诈骗集团吗？你给了这些诈骗的人机会来行骗，你不必给他们，他们就不会机会骗了你，还有机会再骗第二个人。是谁是凶手坏人？就是你。你不贪就不会有这样子，每一个人对着他啪就说你错了，你不应该这样。就像我去马来西亚，
有个人靠近，我们在餐厅吃饭这一桌，然后我看着他在后面，他的一只手一直伸出来，旁边后面的没看到，也许碰到了，他故意不看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看到这个人一直伸手要，大概是穷还乞丐似的，那个师姐同门都没有知道，不晓得是故意不知道还是怎么样，一直，那我就出声了，我说后面有一个人好像是要钱的，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一讲，在他旁边的三个人马上口袋就拿钱出来，口袋就拿钱出来，我只是在说怎么一回事，这三个同门马上跟他一排的马上大家都拿钱给他，然后那个人我一直在看，因为他是用左手要钱，这个右手藏在后面，我以为他手瘫痪了或怎么样，这样这样他们就给他钱，然后等他拿了钱以后他转个身，我一直想看他那只手是怎么样子坏的现象，结果看到那只手只是这样子贴着这样子走，有点跛这样走，我看不到他的手，没有手指头，或者手还是好好的，只是这样贴着，我马上就想手还很好啊。好，他就拿着一个桶子，就同门就丢了钱就走，一走那三个同门两个同门他是骗子，我说为什么你知道他骗子，因为我看到他在吃东西，他在玩 game， 他在什么外面，他是这一代专门是负责在这一带乞讨的，我说你都知道他是骗子为什么还给他，因为上司说了啊，责任变成是我了，他说，然后另外那一个在讲骗子的那一个师兄，另外师姐说哎，你老婆在那一桌给钱了耶，两个人同时都看过他根本是正常的人，结果还这样盲目的给他，这什么意思？鼓励他，他继续这样骗人。为什么没有多一些人说你是骗子，不可以再这样子骗人了，好好的有身体有手有脚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大家都要见一个人去堕落，往前面的悬崖去走呢？就没有有些发起这份心要拯救他呢？今天修行人要无畏师，要有那种正念正心正气，说错了做错了要马上跟他纠正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方式去提醒他，你进到你的心了，他未来就跟你无关了，否则吓到阎罗王那边，这个人曾经怎么样，你为什么让他继续这样，哎，他的错就等于是你的错了，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以为跟你无关啊，来到你的前面来到你的身边就跟你有关，什么叫共业，现在修行就是这样，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，你们看我二十几年来都在做这上面的财布施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法布施修法回向，不管哪里无畏布施，不管人家怎么踢怎么打怎么谣传怎么批评怎么破坏，还是一样的走一样的说一样的做，大家都怕死，大家都爱面子，大家都没有勇气，明明这个人是骗你还给他，给的不甘心才讲他是骗子，好，是不是这跟一个无名愚昧的人有什么两样啊，想要在上司表现你是一个慷慨慈悲同情的人，你可以马上当场把他揪出来，你是骗子，我看到你某年某月你在怎么样吃牛排，还用那只手在切肉，你是骗子，你还在玩游戏，对不对？
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讲？多一些正义正气人出来，他就会改善了。他知道不能再用愚昧的方法骗人了，他造业，你更造业，你给他机会堕落，再继续骗人。修行要修出这份心量，修出这份正义、正心、正念，绝对不能苟且，不能幸灾乐祸。他来到你前面，说不定哪一世是你的家人亲眷，你只顾着你这一世，你以前世都不明白，都不知道。他能到你前面就是因缘，你要唤起他，你要帮助他。你即使没有勇气，怕他打你，不敢说，你也跟他合掌，阿弥陀佛，观想佛光照耀他，也都好，不必再拿钱给他，让他知道每一个人只要伸手就可以拿这个钱来，你让他去造业，你为什么这个钱不去造福呢？积福呢？给真正需要的人呢？这样不表示你慈悲？不要滥智慧、滥慈悲啊！行者要有真正的智慧跟慈悲，要分啊，要有正确的判断力啊，不是人云亦云，人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要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我们修是要越修有智慧的，要有正确的理解力，而不是永远都盲目的，要进步。你心有智慧，有光明，你很多事情一看就了然。你如果没有，十年还是原步踏步，原地踏步，可惜啊，时不与我啊。你看看下一代年轻的，一个个都比你大比你高，都出来要主持了，出来要做事了，你还在跟以前一样，可惜啊，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我一直不断的讲这些话，不是负面，是不断的提醒大家，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？这一世就只来一次，不会再来了。这一世的身体，这一次的样貌，这一世的名字，就这一世只有。你来做什么？至少走的时候，自己心中无愧。我对得起自己，不是别人，对得起自己。我尽到心了，我尽到力了，我放了光了，这是师尊说的。每一个人最后走的时候，自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尽到心，尽到力，放了光了，够了，圆满的交代，谢幕，下台。每一世都能够做到这样，值得。你要给这个给家人，家人值得让你辛辛苦苦给的这一笔钱物，会发挥你的爱心，发挥你继续要做的菩提事业吗？如果没有，这份钱很有可能去造业，谁给他造业的？是你。值得吗？你本来都已经清净的上天了，结果你留下的祸害，你自己要来擦，擦屁股。值得吗？这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大家要去细想。我早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，如果是这个是来讨债的，哇，一定会给你遗留祸害，让你的债留人间，继续再来轮回还债。替他做点功德，替他弥补要给他的，哇，不一样。要培养他有这个善念，培养他懂得去做，否则留给他祸害。你有多少世的家人可以传呢？不是只有今天生的才是你的小孩，今天结缘才是你的家人呢？给自己投资远一点，给投资远一点。你像冯友山，我说过了，我们的一个师兄，以前跟他结过缘的，还有印象。
一个人住，省啊省啊省啊，不管银行的，不管是做什么的 cash 的，啪一下觉得不舒服，今天上医院，医生说不能出院，礼拜五进去，礼拜天就死了，医生还检没有检查出来是癌症，还在说什么胃逆流啦，为什么一大堆的，就突然死了。死的时候太惊讶，嘴巴张好大，眼睛不敢相信自己死了。我去医院，因为医院打电话给我，他美国没有亲人，写上我的名字，通知我，我赶去。我到了他的医的病床，全身脱光了，死掉就是全身衣服都脱光了。你有没有看过死者就是这样，不得穿衣服的，裸体的来，裸体的走。他马上在旁边，上次来不及了，赶快到我家，我有一个3万块钱的 cash 放在哪里，赶快去帮我拿，不然不见了，赶快去替我做功德。灵魂懂得紧急，但是灵魂无形的拿不动这个有形的物质重量，叫我赶快回去，哇，我一巴掌就给他呼过去，来不及了，不属于你的啦。我就把他的那个什么那个白色被单把它翻开来，好丑陋，死得这么难看，对不对？嘴巴把它合脚又弹开来，眼睛张那么大，眼睛把它后又弹开来，死相难看，白修了，是不是？他说我没有想到我会死啊，太快了，我根本都没有脑海里反应我是癌症最末了，医生都没有给我查出来，都我说其他的病，谁会知道已经到达最后了，啪一下一天半就死了，就这样。然后隔了一个月，好，他们的房东，他们的社会社工就叫我们去收他的佛像，如果不收他们要丢到垃圾桶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把他的佛像全部都打包回来。我马上第一个就跑到他所讲的那个放钱私房钱的地方，一打开没有了，只剩下几个 quarter， 不晓得谁拿的那么快，连 quarter 都没有拿，整包拿走就好了嘛。然后我们就回来帮他做超度，他就出来抗议，我不要欠你们，你们不要替我报名，不要替我买贡品，我不要欠你们，不然我以后就完蛋了，要还你们。啪，我一巴掌又把他呼走。啊，我早知道留在这里还有超度金，对不对？我不要欠你们。我最后叫他赞助18次，我很少叫人家赞助多少的。出来。我看到他写一张支票3次给法师，我先赞助3次，上次叫我赞助18次，啊，其他的15次以后再说。我看他一眼我就走了，不理他了。他现在在天上欠我15次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一直哭啊，我不要欠啊，我不要欠啊，我不要再回来啊。你说呢？是不是呢？谁会是这样想啊？谁会这样安排啊？谁会知道自己会死啊？你没有安排好，没计划好，就是这样，全部被人家拿走了。我就跟他讲，看他哭得吵得要命，很吵，每次就到我梦里来吵，每次就往旁边吵，好了。这样子好了，给你成立一个基金，你的那些佛像你去找有缘人来买，买了以后的钱就存在你账户里，要做什么功德从那里拿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们如果买到佛像恐怕就是他的。那不知道价钱去保贝啊，替他做功德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最近他跟我讲带金带银的飘来我前面，上次我佛像帮我卖几尊赞助之人的账是100次好不好，还这个动作。
如果早期知道他的人还在这样，是不是？赞助100尺，你要卖几尊佛像啊？我要替你义卖啊！你知道100尺就是一个点，一个基点，赞助只有那张纸。现在很多事情100尺就有一个功德出来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是的。你帮我卖佛像好不好？我帮你卖佛像，搞不好我们负责佛像的莲久法师也不知道哪一尊是哪一尊了，或是做一个暗号吧，因为他的佛像都很新，就是这样子。总而言之，越修越要开心，越修越要开明清明，越修越要智慧，越修心要越呆越开越大，越要有福分，心开福就来，业消福就来。修行要越修越有那一份心，你如果越修越没那一份心，就很困难了，真的就很困难。好，祝大家一切吉祥。 Om Mani Padme Hum。